对我以及我的生意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首先是尊重，尊重我的合作伙伴。欢迎光临，请跟随我。我的客户，我的同事，我的客人，我很荣幸能够认识我周围的人。效率对我来说是关键，办公室、工厂、客户、活动都需要我的同时参与，甚至更多的地方。灵感和创意是非常强大的力量。叮当叮当，请帮我播放恒星星座的视频。我一直在探寻新的趋势，在商业、艺术以及自然界。最重要的是爱，来自家庭的爱使我真正的富有，让我的每一天更加的美满。